想要吗？奈米美女洗澡刷，拥有48万根比头发还细的刷毛。我们先弄好，先弄好。好，谢谢。你要口气，真的没有。哎，所以我才想说帮你找到这支奈米美品洗澡刷，你看看哦，那这长什么？48万根。你看它有48万根比头发还细的刷毛，很舒服的。这个好厉害哦。48万根，好，真的是，不会，我主要是因为可以用48万根，对，用到这边来之后，真的，我有数过，安心用吧，你还数过，不知道还可以这样慢慢的，神秘，整个就是非常。这真的是。快点，实验生，进来，对，对，这。海绵，我帮你把剩下的，还要胸痛反应好难受。讲完了，讲完了。推销到一半，说你讲完了，我要看医生。有合适的话，请他冰冰箱，我下次再来喝一杯。来，我试一次，来。好。这个加湿器，它除了可以帮你保湿之外，还可以搭配精油使用，像这个帮助睡眠的，那这个放松神经的。它除了可以帮你保湿之外，还可以搭配精油使用。看这个，哎，对不起，我是拿错了。这个颜色观众应该眼尖，他们最喜欢玩这种东西。大家来找他。对。我要去帮艾莎煮鸡汤了。煮完照。你不是说很快就煮好了吗？你怎么那么久？哦，你等我一下。鸡汤顾名思义呢，就是用鸡炖的。请问你的鸡呢？哦，对哦。我是丢这里面还是丢这里面？丢白的。丢这里面。白的。那这一锅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是我们刚刚我们成色。哦，那我就完全不能管这锅。对对对，没有这个东西。我刚刚一直想说在这边，你们一直进来，你们。我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你没听到？你摔到耳朵了？你摔？耳朵开刀哦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。好来，继续啊！你刚刚什么？好不好？你想要搭建卖菜？你想要搭建卖菜？过来这，好的。卖菜。过来刚好遇到。听不懂，听不懂。他说我讲20，没听到。讲20几？你知道装傻不到40岁。我们是邻居嘛，然后小那个时候，大家的门都是开的，然后我就经过的时候看到他阿姨在帮他洗澡，很小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爱上他了。这很认真告白，如果他还笑出来，我是这可是很开心啊，是一种方式，另外一种啊，在开玩笑吧，真不一样，不是那种不可置信的那种，你那又开玩笑。这种超伤人的，不要笑，笑了伤口会痛。我也喜欢你好久，我也想起来，不一样啊，是吗？笑了回来过一个月。那你赢过去一点，我要睡。你再说一次，你就死定了。你敢再跟我告白一次，就想你最后的脸做。如果是中鸟的好朋友跟你告白，是，我是你的老朋友，你就是那种哈。啊，你没换药了？你要跟我想一下。我现在是当中好像没有遇过这种告白。真的吗？没有。看起来好像很简单。朋友啊，他在跟你告白的那个当下，你的哦，我如果拒绝他，我当下就拒绝他了。哦。没有，如果跟你告白的话，没有跟我告白的话，我想一下哦，会很吓。早不告白，晚不告白，我会。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然后笑，尴尬的笑，
可能会用开玩笑的方式吧，因为会怕尴尬。如果已经是朋友了，尤其是在这个圈子，真的朋友很难。如果处理的不好，可能就会最坏的状况就是可能会失去这个朋友，因为他很尴尬，或者是大家心里就会一个芥蒂。但我目前是没有遇过这种朋友跟我告白的事。8号你的包厢。好，走。805。走，拉拉他。你要帮忙吗？没有，我就走，拉他。丁龙，你又出来了。这时候看到，22号的人出来了。不困了呗。哎，看到之后放手，不用回头看。好，第二步再想。对不对？他走掉之后，你进入吗？你先18号，对。我好像不会跟他说再见。对啊，你先，他先走，他走掉之后，你只能停在这边。抱歉。好，进去说一下。你刚见面的说再见。你就是这个啊？这个老板你在躲人家？你是我的语气喂，不然你怎么看？我只是给的。好，配了，谢谢。说他180怎么样？不是绝对想笑啊。女友视角。要在北一。会有他在那边讲话，就是我想到了以前他在那边训练营刚到。贴在椅背上，这样你会对你感觉。我想说会不会跳一个他在那边做做的 A？ 你跟我一下想的谁？拉近聊天的那种画面。轩哥，你在看我吗？可以靠近你。好，看到他在看他，一直在看这个椅子干嘛？麦克宽。还是平的啊，又很好看。好，就坐在旁边。坐在旁边。这样，靠近。叶轩哥，咄咄逼人。对，叶轩哥，你还好？叶轩哥，很好。是不是？然后我就对伸手要量体温了。体温，哎，太快了。你还好没事？我没事，我对不起，我去一下厕所。走。哎，杯子就放着。等等。请问厕所在哪？就左前。出去左转。哦。咖啡，鱼腥味，好，可以。现在被这样哦，喝咖啡之后是咖啡味。我大老远就已经闻到他要来了。厨师的敏锐，可以来了。人味到，味先到。这咖啡有味。我去一下洗手间。都是现在在放空中。僵硬。对。基本上追尾。就这样。是。继续把它做完。叶轩哥。在空中的。那是突变了，叶轩哥。是。在厕所上厕所我都不知道，一出来整个公司都被咬了。也不用去打扰。最好也不要去。最好也不要打扰小姐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对，那我先走。OK， 好，你两个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好，谢谢。